一碗鲜艳的雪花冰用新鲜芒果堆成一座小山，台北知名冰店 Ice Monster 再度重返发基地永康商圈。过去七年呢，我们就一直在找寻这个一个适合的地点，然后希望能够回来永康街这边，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发基的，然后全世界第一碗芒果冰也是在这边诞生的，所以我们这边在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很多的感情。除了知名的新鲜芒果冰，一碗就有足足三颗芒果可以吃外，还带来了永康限定商品，以可尔必斯为基底，加入火龙果、蓝藻，制成梦幻的独角兽冰品，饕客王美一次打进抢攻商圈稳定成长的观光人潮。根据台北市统计，永康商圈捷运出入量在去年创下历史新高，与台北东区比一比，人潮真的差很多。永康甚至不受导电潮影响，创下零空率的成绩。店家还要会说多国语言来接待不同国家的旅客。目前观光客来说大概占六成左右，那另外四成是可能住附近永康商圈的人或是一般的台湾客人来这里逛街。那观光客里面的话，其中我们这家店的比率可能就是30%是来自于日本，然后在其他国家可能香港，然后香港之后在疫区就可能是美国啊或是韩国一些其他外来客。目前来说的话是有增加的，因为包括我们的营业也是有一定幅度的上涨，然后加上附近商圈有开很多新的店家。整个永康商圈范围涵盖永康街、丽水街、金华街一带，靠着当地发展协会联合商家举办活动，将人潮导入。我们在四月份有这么一个叫做永康大礼包，那这个东西是在全球的官网上全球有曝光，这个是对国外观光客的。相对的，在七月份开始也会有一个国内的，对国内观光客的，那这里面甚至于包括有16个景点，台北市的16个景点，比如说，包括了故宫的门票、101的门票、野柳的门票，这些东西都在里面，而且是一个很优惠的价格去吸引他来。那这个东西都只有我们永康商圈跟他们配合。前半段主打国际知名店家，后半段小巷主攻文青客群，商圈组合形态丰富，让客人不止吃了就走，还能钻进巷弄寻宝，将人潮钱潮都留住。他们就是会知道说这边有很多很有名的陶艺家的作品，然后就是会产生一个聚集的效应，然后也会就是口耳相传，就是会来这边逛。利用本身多元特色与频繁活络商圈，永康在不景气的环境逆向成长，成为其他商圈很好的捷径。